就在那个时候，你给我打了电话，我没有告诉你我当时的处境，但是你的声音给了我力量，我的全身似乎在一瞬间暖和了起来。陈哲，嗯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解释一下？我是觉得这件事儿没有必要跟你解释。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林美雅是我的前女友，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在孤儿院长大，他养父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们俩后来就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。但是后来大家年纪也大了，他要去了欧洲，关系就慢慢疏远了。两年前我们就分手了，这是事实。我知道他一直对我有些念念不忘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这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。我现在心里面喜欢谁，你不明白吗？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不管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，我跟他两年前就分手了。陈哲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把这本日记认真的看一看，再好好考虑要怎么跟我解释。恰好这个林美雅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己付出多少的人，她每天所记录的都是别人对她的好。你不会是想告诉我，他是一个被宠爱妄想症患者吧？还是你想告诉我，这边和那边的时差，从6个小时变成了2年？我承认，我对他还有一点关心。但是这种关心，它更多是一种，不忍心，是一种同情。我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，相依为命，这种感觉它是一种家人，是一种亲情。我只是不忍心对家人那么决绝。我本来是以为，他去了欧洲就会遇到别的男人，还会留在那儿工作。反正。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对，我会解决的。好，这本日记留给你，他的箱子放在我车上，这两样东西由你去还给他。我给你时间，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对吗？
来大葱、土豆、黄瓜、西红柿，还有萝卜、茄子、花菜、青菜，各来五斤。行，好嘞。你不是去法国了吗？放假回来了？是，真好，你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。哎，没有。你回来，你爸肯定高兴坏了。你可得好好陪陪他。我知道。你们家小车呢？我停到后门老地方了。行，我一会儿让凤叔给你送出去哈。好嘞。哎，凤姨一共多少钱啊？跟你爸早改成月结了，我这儿有个小本记着呢，回头跟你爸结账，甭管了。行，那您先忙，我看看别的去。哎，好，您先忙。哎，慢点啊。大家说，哎呦，看看这谁回来了呀？妹啊，这刚从法国回来就帮你爸干活来了。是啊。哎，真是个好闺女。哎，哎，大侠叔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还挺红火的吧？挺好的，都沾你爸的光了。那就好。哎，今天还是老样子啊。明白明白。啊，小龙虾四箱，花蛤四箱，大虾一箱，是吧？没错。今天那个皮皮虾特别新鲜，待会儿送你二斤，回去好好孝敬孝敬你爸。啊，谢谢大侠叔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行了。待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好嘞，那我上门口等你啊。行了，好了，好，一会儿见。我给你时间，你把这本日记认真的看看，再好好考虑要怎么跟我解释。恰好这个林美雅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己付出多少的人，她每天所记录的都是别人对她的好。哎，打扰一下，那个今天咱们领导在会上说的那份报表，您能发给我吗？什么报表？就是咱们公司去年那个销售业绩报表。你叫陈哲是吧？啊，你新来的我不跟你计较，那些报表是我辛辛苦苦统计出来的。哦，领导说发你，我就得发你啊。你也太单纯了吧？想要的话自己重新去统计，明白吗？哪那么多坐享其成的好事儿啊？哎，我说这些新来的，一个个都以为天上可以掉馅饼是吗？啊，不付出就能有收获？哪那么多好事儿啊！哎呦，你们这种欺负新人的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？你们是销售部，是一个团队，大家在一个团队里工作，要分工合作。作为老员工，你不去帮助新员工，反而在这里摆老姿态，逞一时之快，拖慢了整个团队的进度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谁来替你负这个责任？是整个公司，我绝对不允许整个公司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找我，明白吗？不用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发。爸妈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你们放心吧。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爬上去，把他们都踩到我脚下。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拜拜。我走了。走吧。老师，我爸蹲了2个小时呢。嗯，他可偏心了，他还让我一定要跟你说，他用心炖的肘子，你得用心都吃完了。放心，肯定全部吃完啊。你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，你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考出好成绩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肯定好好考，知道吗？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你，还有我叔这2个小时大肘子？哦，嗯，真太好吃了。
全国，春来发几枝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来，给我戴上。你能不能蹲下？快点蹲下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你喜不喜欢？